炭烤，十块炭烤，给我颁奖一支笔花，谢谢。好难看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我，天然的我，自然的我，古锥的我，我袂做作，我袂假掰，爱食就甲食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你，祝贺秋季炭烤，生意兴旺哈。谢谢哈、啊，都要颁奖呢，谢谢哦。好，来，赶快接下来邀请的是 Happy 哥哥，谢谢。Happy 哥哥带来非常精彩的魔术表演，来，老乡来和朋友哈、哦，不要那个，挡住这个通道，哈。Happy 哥哥，大家好。喂喂喂。哎、hey, 你好，你大姐。啊，你不是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哈，来哦，啊，请大家哈，尽量就在那个拱门下哈，安尼留个通道比较方便。这样子哈，我跟你讲哈，因为有小朋友在等。嗨。对，要把他们变成魔术师。好。嘿，那我先邀请呢，我们现场一位来宾哈，来。哎，有哪一位小朋友要成为魔术师的？啊，这里哈、啊，好，来，妹妹，来，我们当一个女魔术师。哦，女魔术师，来。好，来，要成为魔术师呢，其实，蛮简单的。来，怎么说呢？来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替她准备。妹妹，我们上场吧。来，我们要先帮我们的魔术师呢，准备一套魔术师的衣服。来，我们看着前方，地震站好，不要动啊！然后我们的手放在大腿的旁边哈。好，首先呢，准备第一套我们小丑服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小丑要学魔术的时候要从小丑开始学，知道吗？不知道哈。来，因为呢，每变一次魔术，如果变错的时候，小丑他只要嘿，就过关了，有没有？想一下，你们如果看到小丑变魔术的时候，你点点出钱了，哎，所以说，阿玲呢，主秀就敢发起来，哎呀，呵，哦，所以出钱比较不会发现，对，可是又可以搞笑。我们看着前方，你一直看着那边，你等一下就会知道秘密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帮妹妹呢戴上魔术帽。哇，好可爱哦，当然是凶啊。好，妈妈可以拿着你们的手机哈，帮他录下来。因为呢，我们这位妹妹呢，第一次当魔术师。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山妮。所以呢，她叫做山妮魔术师。山妮魔术师，山妮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小小魔术师山妮呢，每变完山妮哦，不是山妮哦，来，每变完一次魔术的时候呢，就会撒一次雪花。当他撒完雪花的时候，就会跟大家敬礼。这时候呢，大家请给我们的小小魔术师来点热情掌声，好不好？哎，那老师 ，DJ 老师，麻烦一下，帮我放第三首音乐。好，第三首哈，来，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呢云林县虎尾镇最顶尖的小小魔术师山妮魔术师即将登场，现场来宾来点热情掌声，耶！来准备，来耍帅，好，开始。耍帅，来头要转哦。音乐可以再搭一些。O V O V U U U O V O V U U U O V O V U U U O V O V U U U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山妮魔术师。来，首先呢，我今天第一次变魔术，所以呢，我需要一支麦克风，所以我转第一个圈，把它绕过来，它就变成一只最可爱的麦克风了，喂喂喂！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一只贵宾狗了，所以呢，今天我的第一堂课呢就是折贵宾狗。来，左边转第二个圈，再来第三个圈，转好了之后，耶，贵宾狗完成。奇怪，贵宾狗的尾巴怎么不见了？没关系，接下来吹口气，一二三，吹，呼，来，我们的尾巴呢就跑出来了，耶，贵宾狗完成。来，现场来宾来点热情掌声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再准备下一个魔术。这个魔术呢是一个长条的气球。来，首先转第一个圈，把它绕过来。来，它就要变成我们大朋友
是小朋友最喜欢的高尔夫球杆，咻，放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把它冲过去，耶，它就变成我弟弟最喜欢海贼王的宝剑了，耶。来，接下来呢，再把它转三个圈，一个圈，两圈，三个圈，来，数到三，吹口气，一二三，吹，呼，来，宝剑就可以穿过森林魔术师的头脑了，耶。现场来宾来点热情掌声，谢谢心里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准备下一个，下一个就是吃饼干，因为我第一次变魔术，我有饼干可以吃，太开心了，耶，吃饼干。三名魔术师被自己的饼干吓一跳，来点热情掌声，谢谢助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再来下一个魔术，来第一条红色的绳子，再来准备第二条黄色的绳子，来再来准备第三条蓝色的绳子。哎，这三条绳子呢，分别都是分开的。来，我们三名魔术师呢，准备吹口气，一二三，吹，呼。来，三条绳子呢，就会连成一条线了，耶。热情掌声，谢谢助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再准备下一个魔术。来，这个魔术呢，准备第一条丝巾，再来准备第二条丝巾，两条丝巾呢，首先打第一个结，再来打第二个结。来，两个结打好了之后呢，放在我们三名的口袋里面。数到三，吹，哎，数到三，摇屁股，一二三，摇屁股，数到三，吹口气，一二三，吹，呼，耶。三人就把他自己的小内裤变出来了，耶、yeah ！来，现场来宾来点热情掌声，谢谢经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魔术呢就比较不一样了。来，这个魔术呢就跟我们的正哎德心都一样，一开始呢什么都没有，一片空白。一片空白。来，经过大家的努力呢，哎，每年办活动啊，然后呢，爸爸妈妈也带我来这边呢，一起来看我们的活动呢，那我们的人生呢，慢慢就会有了规划了。你看，人生版图跑出来有没有？耶，版图就跑出来了。耶，可是它是黑白的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呢，一样，我们德心都呢，每年的普渡我都来这边帮忙，每年的普渡呢，我都一起来赞助。来，而且呢，未来可能我自己也一起表演，来，大家一起来这边。看活动之后呢，我的人生就变成彩色的了，耶！现场来宾有点热情掌声，谢谢敬礼。好，音乐结束的时候呢，记得给我们的三名魔术师呢来点热情掌声，那就可以发大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三名魔术师呢，她是个女孩子，配合我们现在浪漫的音乐呢，代表说我们三名呢未来她变成一个。新娘，欢迎新娘进场。噔噔噔噔，欢迎的爸爸的看守。好，爸爸。啊，喂。喂。哎，喂喂喂。喂喂喂。喂喂。那我不跟你那屋。哎。三只魔术师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秘密？有，可不可以讲？有。有，可不可以讲？有。我不可以。我说有，可不可以讲？可不可以说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了哈，把你刚刚折的这一只贵宾狗带回家，来，我们一起手牵手，一起幸福向前走，走，爸爸在哪里？那个贵宾狗，哎，要把它养大只哦，哈，小心车子哦，来，我们给我们的三名魔术师来点热情掌声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随着这个浪漫的音乐呢，顺便带来一段梦想起飞，来祝福呢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呢，在我们今天普渡之后呢。每一位来宾呢都可以赚大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带着这个梦想起飞，能因梦想而伟大，我们要有梦想。所以呢，在这里祝福所有在座的来宾、贵宾，以及我们所有好朋友，祝大家梦想都会当实现，梦想起飞魔术表演。
他叫红锦。左手借给我抓住这一条线。他叫做红锦。而右手呢，也借给我抓住这一条线。来，很多位观众朋友，帮我下个光亮姐，谢谢。哎，光一龙亚黑兄弟。接下来呢，随着老师这个音乐再继续哈，随着这个浪漫的音乐呢，我们两个人慢慢的把桌子漂浮起来。接下来我们两个来绕圈。对，不是，这我们。喂，来，发现我跟这位帅哥两个人非常的浪漫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在面前玩吹一吹，好不好？那我给他吹，你给他吹过来。来，他滚，滚，好，放下。来，我们再绕个圈圈。来，从我们进入，每都可以发财赚大。大家谢谢，来谢谢我们这，来抛下个光亮姐。那接下来呢？我们现在漂浮的是桌子，接下来我们要服务。喂。请教你，为了大家好，第一个问题，请问你有没有保险？没有保险。好，来第二个问题，我刚刚有说过了啦哈。哎，我们把桌子漂浮在半空中，不小心只是摔下来坏掉而已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漂浮人不能开玩笑啊。哎呀，如果等一下我漂浮半空中的时候不小心，大哥，我说的是不小心。他说啊，想来就到你卡的雨，请问阿乐要不要负责？不用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哈。哦，你们各位好，来大哥，请我要不要负责？大哥，你弄我上面抢。大哥，你怎么这么酷？好，第三个问题，列金定位。没啦，没金定位哈。来，我们直接坐上来，直接坐上来。哎，这样子坐。一个顶起来，我直接顶顶我。他沉了一下，我心里就定了一下。好，那个，我们再往左边一点点哈。好，我们可能要请一位大哥来帮忙，乖，你搞到倒三缸子了，好不好？你一直叫我什么？重量级啊！重量级啊！对。哎，麻烦安来个家。哎，好，来大哥，麻烦把你的双脚呢摆来这里，双脚，能给他。转转鬼安呢？嘿。
你们欢乐，我嘛就欢乐。把人你看，爱冲起来，大家看我白。哇，明显大哥在紧张吗？哦，安尼。后壁阿杰来甲你换嘞，嘿啊！无你，哎，两只脚放咧只，放我背，唔是安尼搭的，放我背。哎，哎，来，接下来躺下来。有啦有啦，伊豆豆甲你来啦，哎，来来。好，阿杰来甲你换嘞，好，好。扶住他的大头，他的大头哈。来来来来，双手抱胸，双手抱胸，好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，这根本就是在表演特技的啦！来，老师准备第一首音乐哈，第一首，谢谢。好，准备第一首音乐，等我数到三，你就假装睡着。来，老师第一，老师要快一点啊，要不然他会受不了。很多人说啊，哎，魔术师啊，哎，都拢道具啊。我跟你讲，魔术真正道具在搞，不是人搞。但是伊那是道具搞，佮甚至人佮搞表演，安尼佮予咱来平平看了欢喜。你讲安尼对唔对？谢谢哈，因为我跟阿乐拢伫这个优乐区咧表演哈。那么呢，他目前哈刚从这个泰国回来台湾，带来非常精彩演出。谢谢阿乐，谢谢。好，安尼你先去准备一下啦哈，安尼休困一下，安尼后边小姐佫继续做安排。擦个汗哈，肚子饿吗？后面粉丝有准备，好，准备晚餐哈。好，谢谢。